张大大、鹿晗、吴亦凡、王宝强吧、陈思诚、张大大。我不太关注明星。薛之谦的女朋友叫什么？前妻。张大大。话太多，因为就我觉得他情商很低。那叫阿康吧。为什么？不是很喜欢。苏大强。为什么？啊？就是很作嘛。还有余文乐吧。因为大家都喜欢他，我就不想喜欢他。张大大，为什么？就看过他的视频，觉得他特别的帅气。陈思诚，终于好挂，怎么好像好几个女生都说他？为什么？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。越是长得帅的男孩子越不会出轨，越是长得不怎么样的老是爱出轨。最近那个电视剧里的苏大强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真的好作，张大大，他很咋呼呀，就没什么文化吧，就感觉。王祖蓝吗？不知道，我就第一个下意识反应，对不起，请关注妹纸有话说，我在这里等你哦。